今天吃麻椒凤爪，这是一袋，一袋是200克。看里边有花椒、辣椒，这小味绝绝子啊！拆两袋吧。嗯，这个凤爪肉质特别细嫩。关节，看这麻椒。你们吃完之后，这个汤别扔，可以拌面，凉拌，就凉拌扔。汤汁有点，稍微有点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。